现在在场上比赛的是伊朗的运动员。伊朗的扎赫拉·贾利利·帕尼啊，这套动作整个的完成的质量还可以，但是他这个演练过程啊，他的尽力啊，包括他节奏的变化，不是特别好。你看他动作质量是4.90分，那么演练水平。